我求求你了，行不行？有些事大回再说，行不行？爸爸。好好好，都听你的还不行吗？咱俩之间至于吗？有些事，哎呀，我去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都明白，现在我都明白，你别说了，行不行？啊，咱俩能不能不说了啊？我一会儿回去见面，咱俩说还不行吗？小马，鸡哥啊，咋回来了？咱当兵去了不？复员了，复员两年了。哎呦，有没有同志的信？咱们聚会吧。没事。你呀，我结婚了，我孩子怎么了？哥们来了，快！孩子锁车里了，快点的，帮一忙了。